大家好，我是名人站的 Crystal，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LV 这款男装的车尾袋，它型号是 N40003。 这款男装的车尾袋用的 pattern 是会用 LV 很经典的黑色夹纹 pattern， 它有别于我们平时经常见到的黑色 monogram， 看上去会更加低调和年轻的。而这款包包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使用，因为前面可以放一些 iPad 啊、一些电话，中间就可以放到一部手提电脑。不论你是想平时出外使用，或者是需要公干出去旅行用，都非常适合的。这款包包既可以商务又可以日常化，是 LV 的拿手好戏，不会看上去太过年轻太过浮夸，一直很适合我们成熟低调务实的男士的首选。 Pattern 来说也都没有 LV 花那么显眼，是一些有品味的低调男士的严格选择来的。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款黑色夹纹的 LV 车尾袋有没有这个意思呢？大家如果对于我今天所介绍的货品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加我在名人站的 WeChat 或者 WhatsApp， 以获取更多的产品资讯和详情。如果大家觉得这条片不错的话，可以帮我点个赞或者转发出去给更多的朋友见到。多谢今天大家宝贵的时间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